妈，这样的冰墩墩行吗？不要画的，我想要立体的那种。爸爸妈妈想要冰墩墩，爸爸妈妈想要冰墩墩，爸爸妈妈想要冰墩墩。你看我像冰墩墩不？不像。那这样是不是就像了？嗯，哇，好可爱呀，我家的胖墩墩。好吃，橙子，妹妹张嘴。喂，你孩子在我手上，不想被撕票的话就按我说的做。你先冷静，我想确认一下孩子是否安全。看到了吧？哦，送给你吧。别啊，还有个女孩子也在我手上。你不要轻举妄动，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们要三杯奶茶，一个草莓蛋糕，还有奶酪棒。我马上去买，请确保她精神良好。放心，人质已经在玩积木了。耶，胜利。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。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。